你命中有贵人吗？是否曾因某人的一笔金钱或是一句话就转变了你的人生呢？你是别人的贵人吗？你付出的是一双抚慰的手，还是只是一抹温暖的微笑？人与人之间互相为人的贵人，你帮助他，你就是他的贵人，他协助你，他就是你的贵人。我们人啊，应该就是要和和互协，互为贵人，这就是富贵人。这也就是呢，人生啊，最有福的人。但愿呐，我们人人从现在开始到明天的以后，永远永远，我们都要做一个造福人情的福贵人，要看得开呀，想得广哦，那看得远，永远不要呢闭锁在自己的范围。你闭锁了自己，永远都是为自己小圈圈呐。我们应该要开放啊，开阔啊，要看得开呀，想得远呐。